完了，我难道又？这回好像还是个男女颠倒的世界。男子地位不及女子，需遵循男德，各种礼仪十分苛刻。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叫莫连城的人？今日他应该进宫去选秀子。选秀子？不好意思，程程，我的程程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还请公主不要如此称呼。我看你这衣服也湿了，要不一起换了吧。这光天化日下的，我还能把你怎么着不成？递茶的时候摸手湿了衣服就更衣，下一步公主是不是要把我逼在你与墙之间了？只要能娶你，你要星星绝不给月亮。